六祖大师是禅宗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能生万法就无所不得嘛，本来具足就无所不知嘛。他第一句话你要记住，何其自信本来清净，那个本来清净就是无知也无得，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得，这是真实的佛法，这都不是向外求的，通通是自信里头本具的嘛。学佛到哪里学呢？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这就对了，就正确了。所以诸位学佛不是要念很多书啊，不是讲的哦，你要读多少书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成就学问，那是世间的，那个不是佛法啊。佛法叫你什么都不要学，真的到无知无德，你什么都通了，什么都得到了，佛法是教你的了。慧能大师是最好的一个榜样，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懂的。发达禅师念了十年《法华经》，不晓得《法华经》什么意思。到六祖麾下向六祖请教，六祖说：“我没有听说过《法华经》，你念给我听听。”六祖不认识字嘛，叫他念嘛。法华经28品，他只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好了，不要再念了，这我都明白了。”28品第二品都明白了，再一讲解给他听，发达开悟了。这是哪里学来的？自信本具啊。我们不知道去找自信本具的东西，往外面去求，心外求法，可怜呐！那你到哪一辈子才能成就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舍利弗智慧第一，有人请教释迦牟尼佛，舍利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佛举了一个比喻，因为道场里面有钟鼓嘛，佛就去指了个鼓，就问那个人，那个鼓的里面是怎样的？他鼓里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舍利弗的心啊，就像鼓一样，里头什么也没有。所以你无论问他什么问题，随问随答，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就像那个鼓一样，大扣大名，小扣小名。如果鼓里面装满东西，就不响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肚子里头满腹经纶的时候没用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佛是叫你空，一空到底，这是佛法。所以这个见和同解，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每个人都恢复到清净心，恢复到觉正境，这个僧团，这个团体，当然是所有团体里头最值得人尊敬的，最值得人羡慕，这一条重要，然后在事上来讲呢，见和同解。就是戒惑同修啊，就是守法，团体生活一定要有规矩，要有约束，每一个人都能守法，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力同均是供养啊，信徒的供养，一定是这个受用啊。
平均的，这个里面没有特权阶级啊，衣食住行一定都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个重的意思啊。那么十六位尊者按照他们的德能，可以分为七大类。第一大类，有道德、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不少啊，这个十六个人里面占大多数。那么还有呢，跟这个恰恰相反的，根性呢非常之迟钝啊，我们讲愚痴的不得了，也有一个周立盘陀学，这是大众当中啊最愚痴的啊，记忆力之差大概也很少见的啊，也不容易看到的啊。那么第三类，显示因果啊，有五位。第六位呢，有韬光养晦的，我们讲深藏不露的，表面上跟大家一样，实际上他真的有功夫的啊，宾陀罗婆罗多啊，这个人是深藏不露的。事法方便里面有两位，精进破障也有两位啊。那么这些代表学佛法门里面，无论是哪一种根性，都可以修学这个法门，说明这个法门的收集之广，是所有法门里面都不能相比的啊。所以说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啊。你比如说禅，六祖大师讲的，他收的对象上上根人，上中以下的都没有分了啊。这个法门是什么根性都收。这十六位尊者，我们对他的历史也不必细数啊，诸位要知道呢，可以参考注解啊，这个古今大德的注解都很详细。我在此地要说明的，这十六个人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是什么身份。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大哲学家，哲学家是智慧第一了。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通是通达，没有障碍，神是神奇，超越我们想象之外的，他什么都通达，什么都明了啊，什么都会。这就是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科学家啊，他是个大科学家。迦叶尊者，这个诸位晓得，他是禅宗的初祖啊，禅宗的传人，也是苦行僧啊，代表佛门修行啊，修苦行的一位尊者。摩诃迦旃也是议论第一啊，类似我们现在所讲的评论家啊。摩诃拘迟卢答问第一啊，辩才无碍，这是博学才艺。利婆多尊者是无捣乱第一啊，那用我们佛法的话来说，他是正觉不迷啊，在觉真经上讲，他是觉而不迷
周立盘陀耆，这在弟子当中是最迟钝的一个人。那么师尊跟我们说过，他过去生中是三藏法师，因为令法得了这么一个果报，这令法得愚痴果报啊！他令法了，就是舍不得教人呢，也教学生呢，自己要留一手啊，不肯完全教，怕学生将来成就在他之上，所以有这么一个念头，这一生呢，得个愚痴果报，那么还好啊，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佛教给他，最后也证过罗汉果了。他说困学成功的，南陀尊者，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同胞的兄弟。摩难陀尊者是佛的堂弟，多闻第一，不闻强记。罗诃罗尊者是佛的儿子，是沙弥的身份，也很顽皮，在这个团体当中，很闲处啊，非常活泼，一般人看到呢，不用功啊，成天在外面玩呢，佛知道他密行，这密行第一，他真正修行他又在什么方面，在玩耍当中修行，就这个很高明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够知道的佛知道他真用功但他形象上一天到玩耍看不出来，是密行第一乔梵波提是宗教家，接受天人的供养就是牛四尊者这前一世笑这个一个老比丘读经这个老比丘是真龙公罗汉果的读经呢大概是不太好听的，念的声调不太好听，他说你念经啊像和牛叫的一样这个阿罗汉就跟他讲，他说你也不可以毁谤啊，我证了阿罗汉果啊，你这个罪过毁谤的罪过将来会堕地狱那么他也很难得，当时就忏悔虽然忏悔之后呢，他还是堕了牛身没有堕地狱堕了畜生身，做了500世的牛，所以那个牛的习惯呢就很难改一天到晚没事他嘴巴都在那里动，就像牛吃草一样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不要轻易开玩笑，不可以笑话别人将来很可能遭受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对佛恭敬呢，对一切众生都要存恭敬心宾陀罗婆罗多尊者呢，这是佛田第一这个在传记里面记载的很清楚的佛是嘱咐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入般涅槃佛不准他入灭，他还在这个世界所以往往有这个打斋供众的时候他可能会来参加为众生呢祝福那么这个都是菩萨化身的。摩诃迦宾奴是现在人家是天文学家波俱罗尊者，这是世尊学生当中年岁最长的他160岁所以寿命呢最长的，这个是过去是种的善因呢，这一生得的善果那么佛给我们说，财富是法布施的果报你今天
发了财了，啊，你凭什么发财呢？不是说你有机会，你很能干，那个是缘，不是因，啊，因是你过去生中财布施的多，啊，你这一世生得的果报，财富就多。你发布施多呢，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多，得健康长寿。啊，所以有因一定有果，有果一定有因。啊，是处是法都没有办法脱离因果的定律。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要想自己啊健康长寿聪明啊，在物质受用不缺乏，你就要懂得你要修因啊，就是三种布施，我们就要认真努力去修修啊，去做啊，不要害怕啊，我的财失掉了那就没有了，不会的，越施越多，哎，这个才奇怪了，哎，越布施越多，越多怎么样呢？越布施，啊，绝对不要存积呢就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你的利运就到此为止了。啊，所以说是除了自己生活所需之外啊，通通去布施，啊，决定不吃亏呀，啊。佛这个事情看得清楚啊，世间人所以不敢做，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唯恐自己吃了亏了，结果自己真的吃了大亏了。啊，是啊，你不怕吃亏呀？好呀，那便宜可占大了。哎，这个要晓得啊，都是说的事实真相。啊，阿耨罗陀是天眼地眼，啊，他是福德困学，啊，也是困学而成的。那么这十六个人，要以现代化来说，可以说代表社会上啊一些贤达。那么他们视线的身份都是小乘阿罗汉，他实际的身份呢？这佛在经上呢也透露了一些，啊，佛说他们呢都是法身大士，啊，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大菩萨。世现做什么？为释迦牟尼佛证明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来做影响众，啊，帮助佛介绍这个法门，帮助佛教化众生，他们以身作则，啊，劝导我们对佛所说的应当深信不疑。所以这十六个人呢都是全心的，啊，你说我们有智慧，我们的智慧比不上舍利弗，哎，我很笨呐，啊，记不住啊，但是想想比周利潘多杰还强一点，他们都能，你还有什么不能呢？所以从这里一比较，我们的信心呢就升起来了，啊，这个法门，哎，我可以学，我可以能够担负得了啊。那么接着呢，这四位菩萨呢劝愿啊，劝行。文殊菩萨代表无上正等正觉，弥勒菩萨那更不必说了，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无量寿经前面一半阿难当机，
佛都叫着阿难给他说，从32品以后弥勒菩萨当起，佛一开口就叫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受佛的辅助，护持净土法门，弘扬净土法门啊。所以弥勒菩萨将来下生成佛，第一步他就会讲无量寿经，劝大家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我们在经上啊看到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在中国所造的像啊，弥勒菩萨的像啊，都塑造的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啊，宋高宗的时代，就是跟岳飞啊同一个时代啊。出现的地点是浙江奉化啊，就是蒋总统的故乡啊。过去曾经有一位国大代表，年岁很大了，我们那个时候在台北讲经，他也是个佛教徒，他告诉我，他看过蒋总统的家谱，他的家谱带到台湾来了，家谱里面有记载，就是他的祖先南宋的时候，曾经礼请布袋和尚，在家里面供养了2个月。请布袋和尚在他们家里住2个月，接受他们供养。所以这个国大代表说，他们家里到现在出了2个总统，大概就是供养弥勒菩萨2个月的功德。那么这个呢，他家谱里有记载，当然不是假话啊，这是布袋和尚啊，是出现在奉化。他入灭的时候，他是自己说出来的，说出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说了了就圆寂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人造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就都造他的像，造他的像，那么这个像呢，确确实实代表了弥勒的精神。弥勒是慈悲呀，他的像慈祥啊，一副欢喜像，代表平等喜悦的意思。这个平等喜悦实在讲，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表现的。那么这也说明弥勒菩萨与西方净土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现在有不少人想修弥勒净土，其实修弥陀净土啊，是修弥勒净土的接近啊。学弥陀净土去修弥勒净土难。弥勒菩萨虽然住在斗率天，要想到他那里去条件很高啊，要修5重唯识观，要修唯心是定，这个就难啊，相当之难啊。所以上升斗率天不是容易事情啊，不像弥陀净土，只要具足信愿行3个条件就决定得生啊。诸位想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天天到极乐世界去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天天到那里去。那么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跟弥勒菩萨是天天见面，见面那个身份不一样
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呐，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呐，我们是学长称呼啊，同学啊，啊，我们是师兄弟，手拉手的，啊，拍拍的肩膀，我今天想到你的道场去观光观光，啊，那你马上邀请去了，你看，到弥勒净土多容易呀，啊，啊，到那里去是菩萨的同学，你们如果修弥勒净土去，你是弥勒菩萨的学生，我到那是弥勒菩萨的师弟，那身份不一样，很神气十足。所以你把这个里头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就晓得赶紧念阿弥陀佛是正确的，那个决定不会错的。这两位菩萨在此地是劝愿的，文殊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求生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护持净土，劝修净土，劝愿呐，前陀合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休息，常精进是永远不退转的。这两位菩萨表演的是劝行，你看续分里头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足，声闻众十六位尊者劝信，文殊弥勒劝我们发愿，前头合体常精进劝我们一心支持名号要不休息，要常精进啊，就跟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意思完全一样所以这些人摆在这个前面是有很深的意义你要是懂得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法门如何修学你通通就得到了所以这两位菩萨就像华严经善财童子的参学一样在一生当中一定是圆满无上菩提菩萨善根唯一精进。那么幕后这是凡夫中有十体幻音无量诸天大众十体幻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忉利天主那么我们观察这世间其他宗教像天主教基督教里面他们所讲的上帝大概就是十体幻音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宗教徒我们很尊重他们现在虽然不学佛排斥佛法我们希望他真正能够升天为什么呢到了天国之后天主一起有十体幻音学佛天主学佛嘛，是不是这个我们经文上常常看到的吧天主学佛你是更高层次的天也学佛无量诸天包括了色界十八层天但是不包括无色界天无色界没有佛法无色界天呢叫长寿天八难之一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佛法但是色界天有色界十八层天呢都有佛菩萨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所以升天好人间纵然排斥佛法真的升天呢会跟着天主一样去皈依三宝听佛讲经说法所以这是好事情他们不知道我们很清楚
那么这个八个字就十体还阴无量诸天呢，可以说代表世间的一切宗教之事。那他真的要明白，所以一切宗教徒应当学佛啊，应当念佛求生净土啊，与他信仰上帝决定不违背啊，因为成佛才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所以这个诸天的天王都护持佛法，都弘护本经啊，这才能够常佛度生的本怀啊。大众，这是指人间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是指的这些大众。这些众生苦难比诸天多，越往下越苦，要想利苦得乐，应当修学这个法门。世尊在这一会里面所显示的，没有人提起啊，主动的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这是慈悲心切。看到众生语言成熟了，语言成熟了就是他能信，讲出来他能相信，他肯发愿肯念佛，这就是语言成熟了。看到语言成熟了，虽然还没有人问呢，主动就说出来了啊，这个是显示出啊特别的慈悲。那么续分这个通序就报告到此地，下面呢这是别序，别序里面有三桩事情。这个经文就是有世界明月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是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有世界，名字叫极乐，这依报庄严啊，这个有是真有啊，不是假有啊，就跟我们现在现实的环境一样啊，你承认我们这个世界真有，西方极乐世界就真有啊，西方极乐世界比我们真的还要真实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时间刹那刹那在变化啊，动物有生老病死的变化，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所以这个时间是无常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啊，真常永远不变啊，西方世界的人无量寿，无也是无量寿啊，西方世界的树木常青啊，没有枯的时候，没有变黄的时候，西方世界的花果永远存在，不会凋谢，我们这个花会谢啊，果熟了会掉下来，西方世界不会啊，所以比我们这个世界真实多了，我们应当舍弃虚妄的去取真实啊。假如说我们要是一生取不到，那我们很难过啊，佛说这个话也没意思，就吊吊我们口味，拿我们当作穷开心，那佛也有过失啊！二是佛告诉我们，
西方世界人人都可以往生，只要你肯去，这个权决定在自己手上，不是决定在别人手上，只要我们真正肯去，阿弥陀佛展开双手欢迎我们了。那佛门当中有一句俗话说，佛度有缘人。那也许我没有缘呢，有人问我了，我有没有缘，我说你没有缘。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不相信自己有缘嘛，那就没有缘了。昨天跟你讲的信啊，第一个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这一生决定得生。你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来问我你会不会往生，我给你点头，你一定往生。为什么呢？你的信心太坚定了。偶遇大师要解里面讲啊，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你有真心有切愿，那决定得生。所以品位高下了，决定在持名功夫的前身啊，那是往生品位不一样啊。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要在意啊，不要老存在心上，无所谓啊。什么原因呢？因为到那个地方啊，佛力一加持，都把我们拉到阿惟越智菩萨了。我们操心品位干什么呢？所以对品位这个事情不必操心，这个要知道。过分的去操心品位呀，那叫大闲差，那叫大妄想，往往障碍了往生。所以不要求这些，自自然然的，顺理成章啊，得佛力加持。所以一定要相信那个世界是真有，决定不是假的。七途有佛号阿弥陀，这是正报庄严。那个世界的老师导师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真的有这个人，确确实实在那个地方住持教化众生。师尊说得很清楚，今现在说法这是说法庄严。所以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三种庄严啊，依报庄严、正报庄严、说法庄严。这个说法也就是四业佛的四业是什么呢？佛的四业就是说法像佛在经中所讲的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呢？为三桩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法，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第二，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这个就是光明的加持这个光明加持，明显的加持，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使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来学习第三个意思就是劝他的父母念佛求生净土所以这个含义很深我们世间人最亲爱的无过于父母，对父母一定是贡献最好的所以佛一定是以最好的法门最殊胜的法门呢来供养父母那就是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所以他这个暗示让我们在所有一切法门当中知道怎样去选择那么这个三句经文里面
给诸位说，也包含了心愿心。啊，所以你看这个三字两，在这个经呢，自始至终啊，可以说字字句句里面都含着有，这是我们一定要能看出来的。啊，有经现在，这个意思是全信的。啊，真有啊！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啊！你还能不信吗？世界极乐，这是劝愿的。我们这个世界太苦了，灾难太多了，那个世界极乐啊，没有苦啊。我们听了之后啊，发愿啊，我们要移民过去啊，啊，这个说语叫求生呢，现在新名词移民啊，啊，我们往那边去移民啊，啊，阿弥陀佛，这是佛的名号，劝我们支持名号啊，所以你看信愿行。这三个意思三句经文里头记住了，所以古德对本经的赞叹说，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就是看到世尊这样为我们开导的。经文简单明了，意思圆满深刻，是在讲没有一个字是废字，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很少人知道啊！啊，只听说我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究竟有哪些功德不晓得？如果你真的晓得，真的明白了，你一定死心塌地去念去了。啊，你今天不肯念，或者念念就打妄想，念念就没有了，跑掉了，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他的功德啊，不晓得他的好处吧？啊，实在说，这个名号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告诉我们，隋唐时候我们中国、日本、高丽啊，高丽就是现在韩国，这些大德们啊，也在探索世尊49年呢所说的这一切经论法门，他们在里面去研究哪一个法门第一啊？经过长时间去观察、去研究啊，几乎公认《华严经》第一。称华严为佛家的根本法门啊，实在讲华严经啊就是佛教概论，而一切经呢则是华严卷书，是华严的枝枝叶叶了啊，像一棵树一样，华严是根呢，是本，所有一切经呢是华严的枝叶，
可是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它无量寿经第一，把华严比下去了。为什么把华严比下去呢？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了，华严才圆满。如果不到极乐世界，华严经就不圆满了。所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归宿，是华严经的总结，那当然是第一啊。所以彭吉清居士就直截了当的称无量寿经中本华严，佛说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啊。这三部经经文长短不一样，意思通通是圆满的，就是你们内容啊完全相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呐，啊，这个是把这个大小两本呢，在整个佛法里面的地位确定啊，我们看出来了。那么无量寿经有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再追呀，继续不断的去追呀。这当然要大家公认，第六品第一，第六品是48愿。阿弥陀佛说的啊，我们仔细观察整部的无量寿经，乃至于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个三经，字字句句不离48愿，也就是说48愿的详细说明而已啊，这么回事情啊。所以当然是这个第六品第一了。这第六品呢，总共有48愿，哪一愿第一呢？这个古德说得很清楚了，第18愿第一，这大家公认的。18愿是什么呢？名号啊，临终啊，一念生念呢，必定往生。所以这样一比较，我们才真正了解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真正的意思啊。我们也可以说48愿就是解释这一句名号的，无量寿经解释48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解释无量寿经的，那整部的大藏经解释华严经的。弥陀名号像一个山一样，它是顶尖的，它是山峰啊，抓到这个，所有一切佛法通通在其中，一个都不漏。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所说一切法不离这一句佛号，即使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一切佛法都不离这一句阿弥陀佛。于是我们才真正明了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所以诸位讲消灾消业障，前清乾隆时候慈云灌顶法师啊，这位法师在佛教史里面很有地位，他的著作很多啊，收在万字序藏里。他有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在注解里面他说过，世间人造的这个罪业很重，所有一切经，所有一切法门，所有一切忏法都不能够消的这个业障啊，
这么重的业障，没有办法消的。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完全消掉了。大家不晓得阿弥陀佛消业障、消罪业的功德是第一了。啊，什么样的经典都不能跟他相比呀！啊，我们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心念佛了，什么业障都消掉了。啊，你修其他的法门未必能消得掉。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些事实呢，这几年呢也摆在面前了。啊，因为这几年我们宣扬这个净宗啊，特别宣扬无量寿经，有很好的回响。啊，许多国家地区同修啊念无量寿经的人很多，念佛号的人很多。啊，我们看看的效果，真正专念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的，他身体健康了，容光焕发。啊，从前身体不好有病要看医生吃药的，现在都不要了。这就是果报啊，这个就是业障消掉的现象啊。从前苦恼啊，一天到晚愁眉不展呢，现在快乐发喜充满，道理就在此地。我在南洋讲经，有些法师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的法缘为什么那么好啊？能不能教教我？啊，法缘确实好。啊，什么原因呢？讲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啊，阿弥陀佛加持啊，是这样法缘好的，不是我有什么本事。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就得一切诸佛的加持，所以讲这个经，没有一尊佛不欢喜，没有一尊佛不拥护，他这个道场法缘当然好嘛。你讲其他的经呢，一切诸佛不会护念的，唯有这个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你要记住啊，所以得一切诸佛的加持。啊，讲其他的经没有这样殊胜，啊，加持的佛菩萨少了，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啊，没有这么样的希望了，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名号功德真实不可思议，这个名号里面具足了三学三会一切法门，所以古人讲。八万门中念佛第一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